哇塞，跟真的一样，好美的新娘哎！今天真的要来给你们拍的。哇，你漂亮到一个有气场存在，真的，你这样看我都被你这样电得麻麻。哎呦，完全震慑住全场。所以要赶快把最美的一刻记录下。对对对，韩森老师，来，老师示范一下。好，因为这个总统套房很漂亮嘛，对，我想说我们在这个沙发，嗯，这里吗？哎，这边是我想的奢华，奢华，哦，贵族，贵族，贵族啦，贵族，贵族。一整天在这里，所有的场景都有，气氛都蛮好。边招来招，所以是坐着吗？坐着吗？先坐。来来，老师指导一下，指导一下，我们来旁边学习一下。要帮你弄这个吗？啊，这个是助理在做的。助理，助理啊，给你，给你。老师，我这个裙摆要左边脸，对不对？那你左边脸朝我，你坐着好了。好。那裙摆要放哪里？裙摆放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放这里，这样子。要从后面，从后面。怎么看起来有点笨笨的感觉？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我的比较龟毛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男生高一点、薄的，所以我现在是有穿高跟鞋的状态。哦，我有准备椅子，还是你可以有踩个小椅子，木垫木垫木箱，踩个小椅子，找个人背他起来，还是找个人背他垫脚石。哎呦喂喂喂！这个对对对，助理早就准备。这个哇，这个哇，那这样高，这个会不会太高？那这样子拍不到裙摆。这个会不会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高了，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太高了。有没有？还是我不要？他们木箱有没有？好，你不要穿高跟鞋好了。好，鞋子先脱掉就搞定了。这边。哇，你这个广，我们也稍微给新人看一下，看了哈，我们这个你应该会蛮满意的，这样子的哦，够厉害哈，那个手臂要修，手臂要修，手臂要修，对，好有 feel 哦，很好看哎，会，你真的有奢华的那个，有奢华的贵族啦哦，老师真的是很厉害，厉害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学现卖啦，我们今天是来学的，润一下，好，有了，嗯。一二三，哦哦哦哦哦哦！有了有了有了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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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种感觉嘛，要飘起来。哦，有这种感觉，好好好。仙气哇，仙气，好美哦！哇，仙气，一二三，这教堂真的很漂亮哇，整个粉红色的，哇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完成了拍摄，要来验收，要来验收成果。好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拍的照片，你看这是城堡的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是浩哥拍的。这个后面啊，这个韩森有没有帮你们调了一个逆光？有没有哇？勾勒出线条，漂亮，让人物这样可以整个浮出，立体感。而且你要的这个城堡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好，下面来，下面一张来，你看我这比较浪景，这个完整的城堡。哦，哦，啊，对，这个懒懒的手回去再帮他修掉一下，裁掉，裁掉就好。二次构图一下，哥来，哥来，哥来。哦，仙人掌，仙人掌，这是你指定的沙漠风。翔哥，翔哥，这个仙人掌啊，这个就还不错。如果没有仙人掌的时候，这个景，我觉得这感觉，而且你有抓到那个抓前景。我就是喜欢，我就喜欢拿东西，朦胧的感觉，拿东西来当前景。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教堂，我拍的，你这教堂这拍起来好漂亮啊，很浪漫呢。对对，整个都粉红色系的。哎。哇，再来看一下近一点的，哦，要飞起来，这个厉害，这个飞起来了，裙子飞起来了，真的飞起来，这两个人的表情都很棒，都显瘦，有，很瘦，哦，这个你已经知道了，你知道的，弗拉明戈，真的，这个裙子我觉得太笔直了，太不够了，反正就是他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当然要拍好几次才选一张了，拍照辛苦就是这样。那以上都是我们今天刚刚三个人哦自己拍的，那当然我们有在总统套房也有拍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拍的，老师拍的男生有没有？哇，老
还有霸台系列，我喜欢霸台系列。贵的贵，来下面这哦，贵族挑啊，好像在什么湖前面拍的，雍容华贵的感觉。华贵有哦，有，这个就是郭靖已经指定女王的霸气感就出来。难选，请你们拍得很好。那如果说真的，我们四位比较起来，你会选到你最喜欢的照片吗？已经有，我心里有答案了。有吗？快！如果你们三位很难选，但是加了韩生之后，很好选。哦，应该就是这一张，这一张吗？这张很棒哎，有那种倒影的感觉，而且很有意境，而且它整个奢华感都有，然后贵族感都有，光也打得很好，这个我好喜欢哦。两个表情都到位。但是如果真的第二名的话，我喜欢那个。我们两个投入仙人掌，仙人掌，果然我是三位第一名的，有没有？有。那这样子，你又既然有选到仙人掌这张，是不是可以把它摆在婚礼的时候、宴客的时候会把它摆出来？可以啊，其中一定要啊，你下面要写说阿翔没问题拍摄的，但是我可以贪心一点吗？其实你们拍的很好，我们两个也可以放吗？啊，一起放，当然，献上我们最衷心的祝福。我3月12日会去检查，我也会去检查。他说照片要给他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记得钱要给我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学算是有出师吗？有，可以。真的很快呢，也不是说，其实我想这个你说出师也没那么容易啊，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老师在旁边指导。对。但是我们起码学到一点点简单的，如何把女生拍的瘦瘦的，对不对？比例要拍出来，这倒是有。再给我一个重点好了，很多情侣他在拍的时候呢，会吵架，会吵起来。所以男生应该要注意什么？他的情绪吧。不是注意场景，不是不能愤怒这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男生他说，麦克风吧，所以就是不要不耐烦。对，不要不耐烦。然后有时候男生会太急着把照片直接给女生看，但是自己可以其实先挑过，把一些撇眼的啊，然后没拍好的，直接都删掉。啊，这个你也拍，这个眼睛这样也拍好，都会这样，留下自己至少直觉觉得好再给对方看，可以减少吵架的几率，心情好，拍照拍得好，生活没烦恼。哎，这是重点。